做你的太阳。天黑表示会天亮，黑让我做你的太阳，希望你得到希望，为你献放的山川，洒下一些阳光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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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受了一点伤，至少有我凝望。从今以后，你的心中藏什么？你不要陪，过去是我的。下一首同行。爱你们我们今天真的很嗨，很棒。是没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，哪怕有过失落风浪，新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我自己有点点滴滴，有时候受的委屈的不到你心里，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相依，这路途艰辛即使大家都质疑，但你一个回忆也好似路随你同行。 Okay, man to my life and I know I am never felt
成长，慢慢想起那些放平的眼光，依然是着你渺小的模样。我知道你偶尔在生活里有点小失意，所以我在身边安慰着你所有的情绪。思念自从成长最从不会允许，但我不会放弃，因为是我与你同行。有一些故障，因为那个第一首歌不是我的第一首歌，其实第二首歌才是我的第一首歌，所以刚才其实我在台上那个伸展台上来的时候有点慌。但是我想说，第一首呢带来的歌曲，今天带来的歌曲叫做《做你的太阳》，然后第二首呢叫做《同行》。今天的歌单就是非常的温暖，然后想说因为在这个圣诞节，还是希望就是可以跟亲爱的人，嗨，可以跟亲爱的人，然后一起同行，然后他们可以做你们的小太阳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带来自己的一首新歌，叫做《陪到最后》。让我看到你们的手好吗？耶！
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合唱这首歌，然后刚才真的真的很漂亮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们也很棒。最后一首歌带来我跟丰泽的一首合唱歌曲 Messed Up 送给大家。像你说的那次还记得吗？我说可以握在你忘了吗？妈妈你的手让泪下，到底我们出现什么摩擦，有点弥补期待中的落差，一切好像被搞砸。有天我们就不爱了，真的可能吗？多少睡不着的夜晚，历经这绝望，我们好像有点累了，是谁不再穿 Give it up, give it up, oh give it up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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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Cause I don't wanna mess this thing up, 安全让彼此受伤，牺牲了辛苦的模样，是怎么讨厌这些床。圣诞节快乐！就爱你始终挣扎，要么潇洒饮了才会偏离理想，说希望我好，怪我不成熟，太多的失望你选择不说 Say yo， 没有放弃爱你，只是有点 lonely， 无法说给你听， Maybe 我适合你却不适合在一起。有天我们就不爱了，真的可能吗？也许那天你没回来才开始的吧，我们好像从没理由还是没分开。 Give it up, give it up, oh give it up,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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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. Cause I don't wanna mess this thing up, 爱上让每次受伤，只剩我辛苦的模样，是怎么走到这下场。 I don't wanna mess this thing up, 身上的污渍走到这下场。 I don't wanna mess this thing up， 身上的污渍带的味道。傻瓜，谢谢呀，文慧如 ，Hello， 先生，这首歌，来，慢慢走，慢慢走，哇。文慧如呢唱歌真的非常好听哦，而且也非常喜欢台南，是是是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已经来了台南好多次了啊。这个一定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哦，就是呢，首先我们要先恭喜文慧如，是 对， 对，因为她新婚耶、yeah！ 谢谢谢谢谢谢，什么时候到底？什么时候？哦，大家还要蛮久的。那因为呢，台南对你来讲很有感情嘛，所以你也拍了影片介绍台南。嗯，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，就是对你来讲，这个台南有什么让你影响深刻的事？哦，我觉得那个时候那次跟市长一起拍这个影片，我觉得我去了很多一般我跟朋友观光不会去的地方。哦，对，因为市长就好像是通关密语，你知道吗？他是在地，他会带你去一些平常去不到的地方。对，哦，去了水果市场。
OK， 我知道那个水果市场是在新化，很漂亮，它有一个很棒的设计。嗯，很大。哎，没有，我麦克风没有。我们现在是联访。我们现在联访你。对，然后那个里很大，我记得。然后还有去到一个叫做四草隧道，就是有一点像亚马逊河。你们有去吗？有，可以划船。超漂亮，对。哎，那你有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，至今难以忘怀？你今天一定要再吃到一次的。其实我蛮喜欢那种传统台南的那种虱目鱼的那种、就是我觉得生病的时候吃，我都觉得很温暖。你有吃到咸粥吗？还没有，还没。你那时候是喝虱目鱼汤。对，我记得就是那种虱目鱼汤，然后加贡丸。哇，就很爽！我推荐您一间王氏鱼皮，摊在我阿平国中对面。哎，你再继续讲下去都买不到了，要排队。啊，对不起，不能让太多观光客知道。真的很好吃啊，王氏鱼皮。因为小时候啊，如果那个我们生病，妈妈也都是给我们吃虱目鱼汤。是，对。我跟你讲，今天的后台很不得了哎。今天后台充满了台南美食哎。我有看到，就是一排后台一排，等一下拍给你。而且大家可能没有办法想象，是我们后台直接有摊贩哦。哎，我们后台有那个蛋仔面跟豆花，直接在我们里面开台。等一下要不要开放给一些观众们进去买一下？对啊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因为你们喜欢的歌手今天来到了台南，然后台南市政府呢办这个晚会呢也非常的有诚意，就直接把那些名店请到后台，而且呢是现做给很多的歌手吃。对。你等一下要不要来一碗蛋子面？等一下帮你盛一碗好不好？我要。豆花也很厉害，还可以自己选加料哦。我喜欢吃豆花。对，我们等一下旁去给你吃。好，我跟吴慧茹呢也非常的有缘哦，因为呢在几个礼拜前呢，我们在新加坡，我们两个才见面呢、哦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见到了他的另一半。对，应该很帅吧？本人怎么样？在这里讲。因为他也是音乐人啊，我觉得你未来的音乐一定会更棒，因为会有两个人的合作。哎，他一讲到老公变超娇羞。对，真的。好了，我们去吃豆花啦，好不好？赶快带你去吃豆花了。对，接下来的话呢，因为大家非常的期待，就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。